孟买证交所敏感指数。孟买证交所敏感指数是一个自由浮动的市场权重指数，它包括30个印度最大和最受欢迎的股票。这些公司指数特征代表了印度各种行业，比如石油、天然气、制药和信息技术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产以及如何在你的交易活动中使用它们，那就即刻通过 supertradertv.com 观看视频来了解吧。